情书，有情书，有书，情书，抓到了。但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润滑液的？不是啦，啊，不是。这个应该是什么啦？欢迎收看魔术 Channel， 我是 Davio。今天呢，要什么样的企划呢？我们要来突袭女高中生她的书包到底平常是装些什么？哎，难怪你叫我带书包。哎，所以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吗？不知道。哎，书包上面有个橙字。哦，对，陈朴情谊。啊，其实也有那个一般的，可是我都习惯背这种侧背的。他们的书包算是蛮厚实的，哎，看起来很耐用的那种感觉。哎，它不会有那种什么胸章什么的这样子。我一听就知道你年纪很大。以前不是很流行这样子吗？现在不流行了，有吗？你同学会有这样？好像没有，徽章吊饰而已。反正是这三年都没换过包包，而且也没洗过。就一直用啊，一直用啊。那依然会下雨，然后那个零食会是把它拿去外面晒干的。外面有一个可爱的 Hello Kitty 啊，是那个麦当劳的吗？不是，不是。我一直透露年纪，超过十年前了。我那时候才6岁，可能超过十年哦。然后嗯。六岁的部分，六岁的部分，所以你喜欢粉红色跟 Hello Kitty？ 喜欢。里面有书吗？里面有书？应该有，还是有了，蛮重的。然后，那我们先看一个这个，这应该我猜化妆包了吧？是化妆包吧？那这是什么？买什么送的？我不知道什么猫咪哦，不是啊，不是兔子吗？兔子吗？哦，真的。看看你高中生的化妆品，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不会化的。我跟你讲，叔叔他是很节俭的，你看这些，看起来都是。我有一个，这我偷我哥的。啊，我哥。我二哥的，二哥的粉红色。啊，这个。那是我手。这是你的手机嘛？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。这也是。啊，这个是。什么时间管理大师啊？做诈骗集团是不是？对，我有在直播，所以我直播会用到两只手机。哎，我这本来我买，就是本来只有这两只，然后后面他们画质太差，我就再换一只画质比较好的，这样子比较好播。哎呦，小零食哦，这我粉丝送我的哦。我那天开直播，他看到我在那边拦截我，然后送给我的。被拦截这样？没有，还可以吃吗？可以啊。哎，可是你这个巧克力，它就是放在右手上面，哎，完全消失掉，从这边跑出来。为什么要看变魔术啦？钱包二。哦，我的钱包。钱包 Hello Kitty 的 ，Hello Kitty 的钱包。Hello Kitty， 哇，女生都喜欢 Hello Kitty 吗？可爱吗？哇，你的那个发票的，你那个钱包管理像垃圾一样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瑞娜，那用一下。那个润滑液的。不是啦，啊，不是，不是吗？止汗爽身乳液。对啊，居然有这种东西，我以为是那种粉状的。那不是很需要？有乳液类的。有啊，你就这样勾一勾啊，你看到前一颗会臭臭，你这样勾一勾，就香香的。对，就香香的。我的发卷，那学生是不是都会卷着发卷上课啊？我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办法理解，就是卷发卷出门这件事情。它也算可爱啊，那种。啊，这个好可爱。它这个是镜子。后面是镜子。可爱。哎，这很可爱。哇，这个算是一般人很少人会戴吧？不会。大把的。没有，是小把的。是没有小把的。是小把的，对啊，它算细的。我看过很小的，这么小。那是离子夹，哦，那是离子夹，哦，这是电卷。也有小只的啦，可是小只的卷的好像没有很不够力。对啊，它很好用哎，需要的时候就用一下。你是去随时去哪里找插头啊？所以你平常上课会带这个？会啊。难怪你书包那么重。我就叫同学帮我卷，他们就有时候因为我们学校游泳池，游泳池那边就有洗澡，对，就下课时候就洗一下，然后再水干，然后同学就开始帮我卷了。你们到底是去上课的还是去走秀的啊？我知道我妈都在念我妹。他们要拍 TikTok 啊。哦，情书，有情书，有书，情书，抓到了。侯成教授。哦，是学校的。学校的那个，是那个什么？退学的。不是啊。还没有啦，是我那个毕业典礼邀请书。我想说，休学来这里做的太漂亮了吧？忘记给妈妈的哦。很有零食。哦，还没拿到全新的。哎，这个。不会是对，这很夸张。高一的时候，不是啦，是什么？就放进去了。那种寒假吧，我来台北啊，然后那时候就有人在卖这牛奶糖，然后就好像是有点生病的人，然后我就说，嗯，这个才十几块，就这个100块，100块吗？
话，剩下的90块是在给他的。100块是真的偏贵。我觉得什么100块？我说怎么都没人帮。所以你要把它一直放在你的包包里面，警惕自己，不要再乱买路边的东西。不要再对。可能疯掉。防晒喷雾，这个我知道。防晒用吗？太阳就是这样。他表情都很幽默。对啊。这个应该是。怎么啦？快通晚餐，不是这东西，可能是便秘用的。我比较常便秘。你知道每次都要跪着，然后把它从那边这样擦。是不是太少喝水？是啊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有听说，就是常用软便剂或什么也不太好。哦，对。最好还是养成习惯，就是要自己大便出来。对，就是吃蔬菜啊，多吃蔬果跟多喝水。像妮妮本身就是很常大便的人。真的、哦？骗你！我上次的那个啊，我的是，而且中唯一一次得奖的，上次掉圈圈的那一集。哎、欸，掉圈，圈掉圈。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书包、啊？圈掉了，圈掉了。这包这袋是什么？就是放一些。拿出来以后才突然想起来自己有这些东西、啊。对啊，因为我们是要上我们幼保课要手做嘛，然后有些都是我们自己做的。就这个 Cherry， 好可爱哦！你猜这是什么？蛮可爱的。这个是。这个是猫咪。对。可是我们竟然猜对了。我在镜头里面看它就是一只猫，对吧？它现场看真的看起来有点不知道是什么。好，哎呦，黑色的 AirPods， 不是啦，不是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因为那个嘞，对啊，收音的，咪咪麦，对，跟那个，对，是好像是我在跟你介绍东西一样。哦，他忘记是什么。因为我平常会直播啊，就这样插着就可以直接讲话。因为我们那个中午的时候，我们班很吵啊，然后就让他插着讲话。哇，好专业！所以这个是别在你的对啊，就这样啊，大家好，大家送上玫瑰花这样。这个插在手机上，然后他就会接收它哦，然后手机的收音就变好了哦。我这很蛮神奇的哎，哦是香水，香水哇，这个样子香水。什么爱心香水？那时候跟他抱抱，然后投100块就可以有这个香水。你是不是很容易被骗钱啊？蛮容易的。以后在路上看到叔叔，可以骗他的钱喽。到前面了，前面也没有他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哦，今天是开箱我的书包了。哎、我不知道哎。这个观察力用了3年，这个观察。哇，你是没开过，好紧。我们是没开过的。第一次开包。我们第一次开包。哇，里面的跟全新的一样呢。哇，真的没有用过呢！我这个包都可以掰起来耶。你觉得今天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？不要说女高中生了，我活到这个年纪，我都没买过这个东西耶。很好用，好用哦。就代表你身体健康没有这个问题啊。我觉得可以带这么大一把放在书包里，是蛮像女生，是蛮惊艳的。我们还会带拖鞋直播。拖鞋我可以理解。对啊，在学校，在教室里面穿拖鞋超爽的。哦，我还有果汁机在我们学校、啊，在我们班上那种小微波果汁机，没有，有点夸张。那种小的果汁机啊，就放进去，滋，早上就喝一杯豆加香蕉，天堂。2023年的现役女高中生，谢谢现役女高中生的分享，他们的书包。大家觉得最让你们惊讶的会是什么东西呢？可以看叔叔的里面哦，什么东西？家里面，好，家里好。